吕医生。吕医生你好，我没事，很好啊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约，拜拜。好贴心啊，好贴心。吕医师的问候就是这么温暖。哎，大哥，你如果喜欢他，干嘛不跟他直接讲清楚就好了？现在吕医师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他，所以才会一直介绍他小阿姨给你认识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就直球对决，跟他告白，就算不成功，他也不会再把你和可可夫人硬凑一对啊。我什么咖？直球对决有不敢吗？但有那么容易吗？你不要忘了，我现在是短袜跟细袜爸爸，近藤袜没阿好跑。哎，还好吧，他们两个都30了，爸爸有新恋情，这听起来很 OK 啊。